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百姓哦。观众提问说，为什么那个有些时候在打架，就是说他会自己乱选目标哦？跟各位解释一下哦，顺便做个算是教学。这边有个虚拟摇杆选择目标哈、哦，每次点选虚拟摇杆的时候，会根据顺序优先不同，自动选择目标。第一个顺位，第二个顺位，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，这边有勾勾，你勾哪个，他就按这个顺位，懂吗？所以你有些时候你在挂网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例如说我挂网了没有哈？我只勾一个主动怪，为什么他还去？例如说我只勾主动怪，那为什么他还去打那个什么别不是主动怪的？原因是因为他是用虚拟摇杆选择目标的功能，不是说他自动去选什么的功能。所以你这边只要按 off， 对不对？他基本上这边是不会去理你的，懂我意思吗？要了解哦。有问题或者我讲错了，可以纠正我没有关系。有，这样大家 OK 吗？了解哦。虚拟摇杆选择的目标，它这边有顺位，它的意思是这样，而不是说你打勾哪一个，不打勾哪一个，知道吗？哦，这是我自己试的，我自己的理解状况是这样。哦，然后如果有说错的，请在留言下方指正，没有关系。哦，因为我目前试的感觉是这样啦，对吧？了解哦。OK 的，帮我一波七啊！不行的，一波七可能很后面的。好，那就不用一波七了。今天的这个虚拟摇杆选择目标的介绍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对啊，这边还有强调一下，自动战斗时只会选择怪物，第一三顺位除外，有没有看到？懂我意思吗？了解哦。OK 了哦，好，讲错了还是有问题的，留言告诉百姓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